旧历九月九号是重阳节，相传也是中大万岁太祖爷圣诞千秋。在台湾民间信仰当中，千里落车是三太祖，是统领宫庙五爷神兵的中段，所以也叫做是中大万岁。回到乡保安宫连续三年，甲回到白沙屯分灵妈祖联合举办参香，来祈求合境平安。透早六点外，回到保安宫庙部人员就将新尊请去哩銮驾，回到回到白沙屯分灵妈祖准备出发前往参香。回到保安宫供奉中大万岁太祖爷，当年旧历九月初九是太祖爷圣诞千秋。保安宫除了举办祝寿大典以外，也对三年前开始回到回大白沙屯分灵妈祖举办联合参香。今年也是第三年圆满年，一透早太祖爷就伫信众陪同之下进行上百参香的行程。回大保安宫，太祖万岁，今仔就是要来前往咱白沙屯妈祖宫参香甲。灵芝条红中，三香个合理在红中三香啊，希望咱半香的行程啊顺利圆满。啊，咱这是回大口庄的保安宫吼，啊，拄好是咱中华万岁的圣诞，啊嘛是咱保安宫来白沙屯买参香啦。咱保安宫伫咱庄内吼，真正灵气吼，咱的信徒大家拢会当平安大发财，啊，希望着咱吼。各地方的一个信徒会当来靠庄的保安宫来遮拜拜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发财。在台湾民间信仰当中，小青李罗车是三太子统领宫庙五爷神兵的中段，所以又叫称作中段万岁、太子万岁、罗车万岁、罗车太子、三太子等等，拢是信众对伊的尊称。台湾的道教更加将伊尊称是护法主将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辉段采访报道。